当然即系其后帝制呢个俾袁世凯即系复辟帝制又推翻咗啦，有少即系有几年时间，有十年八年时间有少少进步嘅。嗱，即系其实最紧要就系制宪啦，你明唔明？即系孙中山念之在之嘅就系你一定有一部中华民国宪法，系嘛？要制宪啊嘛。咁但系制宪系到咗即系内战期间，1945年即系抗战胜利之后。系咪差唔多要國共內戰嘅時候，你先至係即係個中華民國憲法先正式出現，係嘛？咁行憲行咗，大陸喺大陸行憲，即係行使呢一部中華民國憲法，即係得嗰幾年嘅時間。嚴格嚟講，係得呢幾年啫嘛。睇呢幾年，實際上嗰部憲法都受到限制啦嘛。咁所以佢喺1947年嘅時候就通過一個。即係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，咁呢個係即係違章建築嚟嘅，擺喺憲法入邊，但係叫臨時條款。憲法裏邊有啲嘢咧就受到限制，就用呢一個臨時條款限制咗。因為佢話呢個係一個動員勘亂時期，因為共產黨作亂啦、叛亂集團啦、內戰啦，咁於是總統不受連任嘅限制啦，係嘛？譬如其他有啲即係對嗰、那個即係。人權可能會構成限制啲嘢咧，就喺呢個所謂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就會出現啊嘛。咁在此之前，即係好努力去做呢部嗱呢部寫呢部憲法嗰個係張君萬啊，大佬，佢唔係國民黨人嚟㗎，係咪？呢部憲即係中華民國憲法其實都算係好完整，係嘛？同埋佢唔係國民黨嘅憲法嚟嘅，係嘛？咁你孫中山當年念之在之嘅就希望，即係你係一個。即係立憲嘅國家行憲，即係你有一部憲法先得，係嘛？即係民主憲政嘅所謂，係嘛？咁呢樣嘢咧，老實講，真係喺大陸中華民國，即係由呢個元年到38年，即係呢38年間根本冇做到啊嘛，係咪？你孫中山做臨時大總統，後來讓咗個總統位置俾呢個袁世凱，交換條件就係要佢逼呢個清帝順位。咁啊，俾個總統佢做係嘛？咁啊，孫中山就去搞實業計劃啊，佢哋掛夠即係去做啲實事啦，起鐵路係嘛？各樣佢覺得即係佢將佢當年上李鴻章書講嗰幾樣嘢，佢希望可以付諸實行啊嘛，係咪？叫做人盡其才，地盡其利，貨暢其流，物盡其用啊嘛，係咪先？只四事者，即係強國嘅大綱嚟噶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咁但係當時李鴻章唔騷佢啊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先搞革命啊！原本係改良主義嚟嘅啫嘛，係咪？咁啊焗住去搞革命啦，即係你唔推翻滿清，即係唔推翻呢、這個即係專制，即係帝王統治，你根本冇辦法。好啦，民國建立咗之後，真係即係國之不國啊嘛，又係呢38年你咪數咯，係咪？有內喂跟住就要北伐啦，係嘛？咁啊要喂孫中山啊喺廣東，咁啊組織呢個黃埔軍校，咁啊任命呢個蔣介石做校長。跟住就同你砌，係嘛？即係嗰陣時共產黨都有角色㗎，你明唔明啊？呢、這個周恩來黃埔軍校嘅政治部主任嚟㗎，係嘛？咁嗰陣時孫中山即係第一次國民黨嘅即係一大，佢呢個所謂聯俄用共輔助農工三大政策，就希望結合呢啲咁所謂國內一切嘅力量嚟對抗帝國主義啊嘛，然後即係去即係呢個北伐，掃除啲軍閥，然後國家統一啊嘛，咁。蒋介石带领呢个北伐成功，就出现一个短暂嘅统一嘅局面。咁但系你都啱啱打完仗，边有民主啫？系嘛？跟住落嚟，大家都睇到啦。跟住日本仔杀到啦，系嘛？日本仔又你又挨咗佢8年，1937年到1945年到佢战败投降之后，跟住你就共产党嚟啦。喂，啱啱可以休养生息，咪行宪啦，有部宪法出嚟咧，第一届国民大会系嘛？咁啊，产生部中华民国宪法，跟住行宪啦，跟住咪共产党内战咯，跟住1949年就即系国民党政府就要即系败走台湾，仓皇辞庙，但系个中华民国继续源歌不绝喺台澎金马，就同你顶咗几廿年噶啦，到1971年，系咪中共先正式加入呢个联合国？美国要到1979年先同中华民国断交。在1971年之前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中國的代表，是多過承認呢個中共的，你知唔知？那時是冷戰最激烈的時候，所以你睇翻呢幾十年的歷史，係嘛？即係老實講啊，即係去邊度有民主啊？哥，去到台灣啊，由1949年啊，
至到七十年代末期，都仍然是一个国民党一党独大、一党专政的威权统治。军事管治。喺到八十年代，所以台湾嘅民主同香港嘅民主嗰个发展咧，个起步嘅时间一样嘅，都系八十年代。八十年代中，你明唔明？系蒋经国带动。八十年代中，八八年蒋经国死，1986年民进党成立，嗰阵时系有党禁嘅，即系成立政党系非法嘅。佢嗰阵时用一个党外。即是党外这个后援会的身份，即是在圆山大饭店噗一声就变成民进党了嘛。咁跟住有人就跟蒋经国讲嘛，蒋经国就讲了几句说话，时代在变，潮流在变。1987年蒋经国就宣布解除党禁，可以容许人民组织政党嘛。咁由嗰时开始，你明白吗？即是我记得我89年写过一篇文呢，就台湾反对运动40年。咁我是写到记得到开放党禁为止的。即係將台灣過去嗰個反對運動嗰四十年嘅歷史做一個好概括嘅陳述，擺咗喺我本1989年寫嘅書嗰度嘅。最近我哋呢個選舉研習班咁啊，桑普咧就嚟講台灣政治，咁我就將呢一篇文亦都影咗俾啲學員嘅。呢個係我廿幾年前寫嘅文章，係嘛？咁你睇到台灣咧，即係到今日為止已經經過兩次政黨輪替。佢就係一個100%嘅民主國家嘛，中華民國，啱啱先？咁但係畢竟都係台澎金馬2300萬中國人啫喎，大佬，係嘛？中國大陸真係爭得遠啊，有排咧，係嘛？所以呢個亦都係。但係如果你講辛亥革命嚟講咧，即係台灣本土同辛亥革命嘅關係咧，同香港比較，哦，爭好遠啦，就即係爭好遠啦，係嘛？但係難都拉唔埋，但係香港咁重要，唔係佢嗰陣時喺日本嘅手上啊，你所以咪係咯？但係即係最後就係辛亥革命啊，由辛亥革命開始推翻帝制之後咧，喺呢個嘅中國人嘅地方，唯一真係可以所謂表面上又好，原則上又好，可以落實到辛亥革命要推翻帝制，建立呢一個嘅唔係佢香港第一有個就喺台灣，唔係香港咧影都唔見。唔係香港第一，佢有個地緣嘅方便，即係同中國大陸只有咫尺之遙，係咪？咁啊，兩地嘅人嘅來往咧又好密切嘅，呢個此其一。第二咧，香港咧喺英國人統治底下咧，佢嗰個典章制度咧就比你當時嘅內地先進，所以孫中山喺香港受教育，佢自己成日就覺得點解啊？香港喺英國人統治底下係嘛秩序井然、法治清明，點解中國嘅土地上邊有惡政治係嘛？於是佢就萌生點解我哋唔可以改革呢種惡政治咧？佢都係因為香港嗰陣時都係殖民地統治，但係佢嗰個典章制度啊、吏治啊係清明喎，係嘛？即係雖然都係叫殖民地統治，係嘛？外國人統治，但係佢吏治清明喎。大佬滿清統治到咗即係嗰個時候，甲午戰敗之後，哇！大佬真係腐敗到不得了喎，係嘛？咁而家都係，到而家都係咁樣。但係而家唔同喎，而家大佬財雄勢大喎。而家系中国共产党嘅盛世，对唔住，唔系中国嘅盛世，系中国共产党嘅盛世。但系呢个政权仍然系好虚弱。刘晓波人哋要准备要提名佢做呢个诺贝尔和平奖，和平奖都要威吓，话都要恐吓。咩政权啊？呢个大佬，即系嗰个内心虚怯到咩程度咧？温家宝仲最近喺度讲啊，冇政治体制改革呢个经济咧，嘅改革都系唔得嘅咁。大佬呢个说话呢个讲法，当年赵紫阳未落台嘅时候成日讲噶啦，系咪先？廿几年咧都系得个讲字，系嘛？咁你点搞啫？系咪？明噶，所以透过呢个辛亥革命100周年呢一个嘅纪念同有关嘅活动咧，而嗰啲议题可以带起一个热潮咧，真系好多方面都可以讨论，即系究竟成个中华民族啊！啊，即係台灣嗰個嘅體制嘅民主化嘅改變係相對地成功啦，但係即係港澳兩地啊，同埋呢一個嘅啊中國嘅土地上，即係嗰個民主政制嘅發展，跟住嘅即係將來嗰個嘅出路係點咧，都係一個好好嘅契機俾大家去探討。嗱，雖然台灣咧今天嘅中華民國咧，即係譬如話呢個在野黨民進黨咧，佢就一定要係去中國化。咁佢呢個同中國嘅切割咧，就唔係一個歷史文化度切割嘅，好難嘅。佢哋試圖想咁樣做，但係好艱難。但喺政治上嘅切割咧，
是可以的，因为你是一个民主的政体，是不是大佬？但是如果你在历史文化上面做一个切割就非常之不智的。即是他现阶段即是在那个的意识形态上可以制造到一个切割的局面，就因为在中国是共产党管治嘛。即是基于这个的，即是共产党这个的党那个的特色呢，在这个民进党来讲，即是要建立一个所谓切割的意识形态是相对地容易，同埋所以他们现在呢就接受嘛。现在呢就很简单啫，即是根据他们的决议文呢，即是他都是要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的啦，是不是？咁就雖然叫做中華民國咧，但唔係中國嚟嘅。OK， 嗰個係一個借殼上市，係嘛？即係你睇下陳水扁統治嗰八年就知啦。啱啱做總統嘅時候就四不一沒有啊，大佬係咪？即係哇幾鬼統派啊，係嘛？跟住到第二任四年就開始搞台獨啦。後屘嗰兩年佢後屘由於個老婆顧住掠水，咁咪唔記得搞台獨啦，係咪先？就咁樣咯，好簡單啫嘛，完全係政治現實嘅需要啊嘛，係咪？咁但係今時今日咧，大家要唔好忽略一個現象，就係、是、你兩岸嗰個所謂文化、經濟、學術呢方面嘅交流，民間嗰個來往，你係邊個都擋唔住噶嘛？咁你一定會互相影響噶嘛？係咪先？係嘛？你尤其是簽咗個 EFTA 之後，嗰、那個經貿嘅合作係嘛？經貿嘅往來係好密切噶嘛？尤其是而家初步共產黨俾好多著數你噶嘛？係咪？咁但係跟住就唔係嘅啦嘛，係咪？咁有啲人會擔心喺經濟上面你對佢構成一種依賴嘅時候，喺政治上佢唔可以操控你咯。所以其實馬英九醒目啲咧，就係經濟上我係一定會同你即係交流合作，但係政治上仍然真係要保持距離喎。如果唔係就好大鑊嘅咯，你明唔明？所以而家台灣有啲人佢嘅諗法就會係咁樣，係咪？咁但係我自己覺得，我哋從一個文化認知，即係一個比較理性嘅、感性嘅，就係一個道德動機，一定要統一中華民族，唔可以分裂。咁呢個係一個道德動機。屌，其實呢個又經不起考驗喎，係咪？你諗你唔走去統一呢個釣魚台，係咪？成日保釣保咩釣啫？唔係而家日本保釣喎，家產日本真係保釣。而家有啲人保保釣啊，真係講得冇錯，保住嗰啲保釣嘅人啊，你阿牛隻船出唔出到去？係咪先？家產一係就話你有老鼠，係嘛？乜都做得出，佢食環署都可以插手佢上你架船，睇下你有冇老鼠喎，係嘛？跟住就海事處喎，係嘛？跟住就警察咯，水警喎，乜都出齊㗎啦，即係戰到無倫啊！四個字可以形容啦，係咪？幾賤啊！我講特區政府啊，係嘛？你咪会跟住阿爺个面色嚟做嘢噶嘛，系咪？就系唔俾你出去，系嘛？所以你睇到，喂，你猛喺度讲民族主义，猛喺度讲要统一，统咩一啫？而家你而家嗰两只渔政船啦，佢都要抨你啦，你大佬，唔好话讲摆解放军摆啲舰艇去，啲神人同你开炮都得啦，系咪先？你系冇吉事，系嘛？你话钓鱼台系你，真系对唔住，由头至尾都系人哋嘅。系嘛？你点去体现个主权咧？喂，人哋有海上自卫队常年喺度，你无论你台湾好大陆好，啲船一入到去就扑街噶啦，就实俾人搞噶啦，系嘛？咁你解放军点解唔去啫？阿刘梦红话叫我派舰队去，系咪？刘梦红嗱，如果你真系够胆嘅，你应该即系誓死上书胡锦涛、温家宝，系嘛？以死明志，系嘛？真系，真系，系嘛？喂，大佬讲讲真系天下无敌。一个咁嘅尖鼻角系嘛？尖咩？尖角，尖角列岛，尖角列岛。人哋叫尖角列岛啊，大佬。又有灯塔喺度，得闲啲右翼人士上去染养下。我哋智威嗰次咧，就系阿南哥就系南插旗，插咗支旗。最威嗰次，都系社民连最威。嗰阵时未有社民连，如果唔系我哋插社民连支旗上去。嗰阵时如果有社民连，阿南哥就帮我哋插咗支社民连支旗上去噶啦，系咪？所以你一讲到呢啲咧，即系老实讲，你而家共产党，佢连依任保依任钓鱼台都唔系啊！你明唔明？嗱，一路都喺度依任台湾噶啦，系咪先？系咪？台湾自古。